是我最苦涩的等待，让我欢喜又害怕未来。你最爱说你是一颗尘埃，偶尔会恶作剧地飘进我眼里。宁愿我哭泣，不让我爱你，你就真的像尘埃消失在风里。风吹来的沙落在悲伤的眼里，谁都看出我在等你。风吹来的沙堆积在心底，是谁也擦不去的痕迹。风吹来的沙穿过所有的记忆，谁都知道我在想你。风吹来的沙明明在哭泣，难道早就预言了分离？我犯的完全就是一女骗子。你怎么能这么说她？没见过你这么自私的，你居然能。行啊，这就是你跟方言单独约会的结果，说什么下个赛季得罩着我啊！行了吧你，还有功夫臭贫呢？你看他都喝成什么样了，赶紧把他送回去吧。方言可是有日子没这么醉过了，真是酒不醉人人自醉。哎，要不然一会儿把他送回去，咱俩再找个地方叙叙旧啊。行了吧你，快把他送回去吧。我不去，我要去找钱康那孙子去。哎，行了你，你赶紧上去。行，那我们先走了啊，再联系。慢点啊。找钱康那孙子，哎，不是，再不去。没事了吧？哎呀，好多了，刚才差点没窒息。小玲呢？人早走了。干嘛让他走了？废话，你喝成这样，人不走干嘛呀？哎，贾玲越来越可爱了，你就别瞎惦记了啊！你什么人呀？你赶紧走吧，有警察该来了。上哪儿去啊？送你回去啊？不去。帝国围着北京兜风。你别撒酒疯你啊。废他妈什么话呀，让你兜风就给我兜风。哪儿那么多废话呀，兜风去啊。走。开车。
你还在靠激素找回男人的尊严吗？你还在用兴奋剂透支你的身体吗？你还在无性婚姻的深渊里苦苦挣扎？来，让我们接听第一部电话。喂，哎，您好，主任。嗯，通过这个第一个疗程吧，基本上这些都已经全部都恢复了。那非常好。就是说体力多，基本上就是有黄疸，这么快，全是托。有这个反应，反应比较明显了，是吧？啊，非常明，也挺敏感。现在就是黄疸时间基本上能达到个20分钟。那基本上是正常了。再服用一段时间，可能比这个现在的效果还要好。而且不行，以前就两三分钟啊。那哪行啊？这是典型的这个早泄的现象了，是不是？咱们说男性们，如果说这个超就是低于10分钟，这个首先你也影响，咱们就不说那么复杂了，你也影响夫妻之间的这个感情，对不对？咱们能体验到，因为长期这样的话，还一套一套人嘛，对这方面好像他也不感兴趣了。对对对。你想他根本没有快感的情况，那长时间这样下去，那肯定很烦这种事情了，就。对，是。根本上滋养睾丸，恢复你雄性激素的分泌水平，这些问题，那肯定是首先解决的就是性功能的问题，明显也逐渐的恢复了。现在就是这个小便有时候总是尿不干净。就是小便完了以后，总还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它也没出来，就是再拉上裤料了，非常难受。对。这哪儿来的疯子找死呢？就一直跟着咱们这车来着。你看，你看。杜梅。杜梅。
咱们怎么在这儿啊？这是谁家呀？我怎么都睡着了？怎么不回咱们家呀？这是帕克军家吧？你都不记得了？记得什么？你脸怎么了？被谁抓的？都出血了。杜梅，不是做梦。杜梅，杜梅，杜梅，你开门啊！杜梅，
我还能出什么事儿？所有的倒霉事儿都被我赶上了。我想，我都没接过。接过了？接哪儿去？你打算？还能接哪儿去？我住的地方呗。我告诉你，方爷，你可千万别感情用事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暂时的。我不管，这种事你可得想好了，否则后患无穷。没错，杜明现在是挺可怜的，我直怀疑他是不是精神上出问题。哪怕你在别的方面帮帮他，不用非接他回你家呀。这是我唯一想到的能帮他的地方。无论之前我们俩之间发生过什么，但他走到这个地步，跟我还是有直接关系的。你内疚你难受，这我都能理解。当初你不是也有过内疚的时候吗？反正你这么感情用事，我觉得不靠谱。再说他也不见得能答应。你再好好想想。杜梅，杜梅，我知道你在里边呢。杜梅，你每天这样没完没了的，有意思吗？我就想跟你谈谈。没什么好谈的。杜梅，你能把门开开吗？痴心妄想你。杜梅，你听我说呀。不听不听。我就说一句，好吗？不好。别来找我了啊，咱俩已经没关系了，把这当成一场梦吧。
完全是自找苦吃，活该。活该我也认了。你到底想怎么着啊，方言？你就不能离他远点吗？当初你那么坚决地把杜梅抛下，义无反顾地走了，现在良心发现了。这话我可不爱听。当初要做那些事儿你也清楚，我们就不讨论谁对谁错了。我这么做没别的想法，就是想弥补一下。好歹他也算是我的亲人吧。可他现在刚刚能自己面对，你又突然冒出来，这不是在揭他伤疤吗？方言，你想过吗？你这么做会让他再次受到伤害，你忍心吗？你怎么知道我会再伤害他？你不会是想破镜重圆吧？你怎么会这么想呢？我真没这意思。那这样吧，让杜梅住这儿，我搬出去，另外租个房子总可以了吧？说实话，那天见到他，看他那么崩溃，连我都不认识了，或者说，他根本就不想认我。我真没想到，离婚对他的伤害会有这么深，我真的很难过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唯一能做的就是让他现在过得好点儿，就是普通朋友，遇到这种情况也得帮一把。更何况我们曾经……我能理解，可是我想杜梅会拒绝你的怜悯与施舍。你怎么会这么理解呢？我是真心实意的，你必须帮我劝劝他。我办不到，因为从我见到他的那一刻，我就深信杜梅依然深爱着你。不，这根本不可能。我知道他恨我，那也不能阻止我这么做。我一定要让杜梅回心转意。佳玲，你会帮我，对吗？可我担心，我的话他也不见得听。说实话，这一年我见到的漂亮女孩不少，但接触几次什么感觉都没了。我现在知道原因了，还是表达方式有障碍。在那儿啊，我一说话准掉地上，没人能接。一回北京，嘿，立马不一样了。看来我也只能找个北京女孩凑合，还是咱北京女孩亲切，善解人意。你是跟人家一起生活，还是说相声？每天画给画的臭品有劲吗？太有劲了，每回跟你这么聊天就是种享受。我怎么听着像是你在暗示我呢？我都暗示你多少回了，傻子都能看出我喜欢你。反正我这一年还没什么着落，我看你也一样，要不然咱俩……谁说的？追我的人多了，那有比我靠谱的吗？我看谁都比你靠谱。哎呀，真让人绝望。你说，方言把杜梅接过去，真的没问题吗？我也不知道，不过我看方言是下定决心了，谁也劝不住。杜梅，
你怎么没关门啊？多危险啊！这是社会主义国家，我们可以夜不闭户，除非像你这样的坏人要进来。既然你放我进来了，那咱们就好好谈谈吧。我没想让你进来。好，咱不掰扯这个，要不然又跟过去似的没完了。少跟我提过去啊！不提不提。我是来谈现在的。现在我挺好的，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了。我诚心诚意的再次问你，搬家的事儿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我绝对不会同意的，你死心吧。呀，我真没别的意思，就是想让你过得条件好一点。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好。你搬过去，我可以搬走。干嘛？现在想充好人，我不会给你这机会的。你这是何必呢？我现在不用你管，你走吧。走啊，别赖这儿不动啊，再不动我快报警了。你再想一想，好吗？不用想了。觉得他也是好意，你别硬撑着了。他是谁呀？我干嘛要接受他的好意啊？冬梅，我觉得方言其实挺善良的，没你想的那么坏。你有我了解他吗？你们俩又达成共识了？杜梅，其实我觉得你可以换一个角度想想，那时候你受了那么多委屈，现在正好让他偿还。别说住他的房子了，你就是把那个房子给你，你也应该要。你想啊，当初要不是你把房子给卖了，他有钱买新房吗？你买的房子他不是也住得心安理得的？现在他有钱有房子，你还对他客气啊？你就当利用他，我有条件了，还可以报复他呀。你就住这儿，家具都是新买的。
我过几天就搬出去。搬出去？搬哪儿去啊？我租了个房子，也在这片儿。真是挣着钱了没处花啊！房子这么大，干嘛还租啊？我是怕你不愿意，所以打算临时租个房子先住上。你不是说都过去了，就当是朋友互相帮助吗？既然这样，我还有什么好介意的？你真这么想？是啊。你不这么想啊？我当然没问题。没想到你这么通情达理。难道我以前不通情达理吗？不不不，我不是这意思。我觉得这间房不错，阳光好也大，我就住这间吧。一会儿帮我把东西都搬过来。神完整版高清精彩往期视频，一对一小女调教，线下同城约炮，一起来玩吧。人呢？杜梅，杜梅，哎，杜梅，我来看看你。你好。哎呀，喝茶吧，他们家也没好茶叶，你凑合喝。谢谢，不是，都是自己人，不用客气。那你慢慢聊啊。这是杜梅吗？我也纳闷呢，怎么一年不见变了个人啊？我说啊，
有这么个温柔娴熟的杜梅跟你这儿晃，你扛得住吗？说什么呢？看来贾玲说的还真有道理。贾玲又跟你胡说什么了？没有，不是，我跟贾玲都由衷的希望你们俩能重温旧梦。别塔哄啊！怎么可能呢？杜梅，别跟这儿睡啊，多难受啊！进屋吧。啊，不要动，我难受。啊，进屋睡去啊，上床上。哎，干嘛呀？哎呦，上床上睡去啊。吵上你了？我已经关到最小声了。你怎么不睡觉啊？刚醒。这大半夜的，你刚醒了？嗯，醒了，在躺着也睡不着。你这完全是晨昏颠倒，生物钟都乱了，能不能调回正常点？反正我白天也没事干，正常了也没用啊。杜梅，杜梅，妈，哎，哎呀，你看都没命了，就怪你。什么话？赶快说。你能不能别老这样？一个人没事在家喝酒，大半夜不睡觉玩游戏。我一直是这么过的。这样不规律，对身体不好。我要怎么过是我自己的事情，咱们已经离婚了，我是自由的，想干嘛就干嘛。我这是为你好啊。你别以为你试试我住在这儿就有权对我颐指气使的啊，
再说又不是我死皮赖脸要搬过来的，你要是觉得我这样你不舒服了，对不起，那也来不及了。怎么了？没睡好啊？是不是跟杜梅在一起心生邪念？去你大爷的，但都跟你似的呢，别老想那么肮脏。不过我还真是要崩溃了。他又怎么折腾你了？他没折腾我，他折腾他自己。每天待在家里哪儿也不去，什么也不干，昏天黑地的喝酒，每次回去他都已经把自己灌大了，得哪儿睡哪儿。现在明白什么叫引狼入室了吧？当初我可是提醒过你，你这是自讨苦吃。